早上吃啥呢？三文鱼炒饭整一个，三文鱼改成大块，加柠檬汁、黑胡椒、盐腌一下。煎蛋，煎三文鱼，三文鱼扒了熟了之后，炒洋葱出香味，加青豆、生抽炒香之后放米饭，加煎蛋，加三文鱼，鼓捣碎了，香喷喷的三文鱼炒饭成了，放点海苔更美味，老香了，闺女走，那肯定。